四五六七八，哒滴哒滴哒滴哒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哒滴哒滴滴。刷牙了。妈妈说，睡觉前不许吃苹果，为什么？小虫子会在牙齿上筑窝，真的吗？小虫子会是什么颜色？春天时，小虫子会变蝴蝶吗？咿呀咿呀咿呀哦，啦啦啦啦啦。妈妈说，刷牙了才能睡觉的，为什么？好看的牙膏不也是甜的？那好吧，妈妈说的都是对的，开始吧。是什么颜色？春天时，小